继续来关心民雄乡的消息。民雄金平川中兴圳沿岸过去是生满杂草，透过乡公所经由县府向营建署争取经费，打造休闲步道甲绿廊之后，现在地区的居民竟自发性的营养维护，甚至自费栽种花草。目前参与的志工超过70人，社区居民团结营造生活环境，希望会当挥别金世界都是饮水的水世界的歹印象。头桥工业区南边的金世界是工业区内底的住宅区，因为区域空间无大，但人口密度算真高。而在乡长何家兴的主张之下，沿着灌溉的中兴圳打造休闲步道和绿廊。现在社区民众竟自发性领养，为何花园景观，甚至自费买知影来种。不但伊领养嘞，都家己出钱啊出力嘞啊来种花草，好安尼遮长。3-4公里咧，啊，因咧会当讲花草拢因家己出钱啊来种，啊种了咧，因都家己来管理咧。啊，地主讲会当讲，变阮民良乡啊，我讲九景才变，啊应该增加做十景。啊，自从这条做了了后的时阵，吼，啊发动社区人的热心热情，吼，啊来遮做甲安尼，大家做欢喜心的，就是讲下早时啊有人6点就来，啊有暗时啊。下班了嘛，有个人来做，啊，甚至讲，咱若发动哦大清洁，也是大这个整理这个环境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即马拢唔免，较早是一日叫，啊，即马拢唔变啊，这条做嘞拢唔变啊，咱唔免甲讲，伊就拢来啊。就是金世界过去常常淹水，地方民众为打破外界这个歹印象，社区民众真团结，组成志工队，目前志工人数超过70人。恁两人，阮的拢总，阮有即马有提防迄边嘛爱运用的吼，啊，阮有迄边爱20几个，啊，阮拢总正起来即马有43个，啊，迄、那个义工包括义工有70几个，甲荣誉公庙拢总安尼有70几个，正式的助工甲义工啦吼，安尼嘿。较早报纸咱看讲是水世界，哦，啊，就是淹水那片水世界，啊，即款人口拢迁移出去，啊，不过最近啊咧，大家拢村民拢有共识啦。咱个社区个环境也加做好，啊有一挂志工在吼，啊有咱社区即马慢慢回流，即马人口我带较足甜个，啊所以我希望讲咱金世界是真正是金世界安尼，毋是水世界。以金世界个社区吼带头来像安尼来发展，袂许啊咱对咱闽南以后会更加环境会更加水，更加闹热。伫金世界立地空间个环境改善计划有效利用，多次开放空间和资源。整体荒废现地角度，软化都市空间。而同时，乡长何家兴也表示，向营建署争取第二期300万的经费，也已经有好消息。新新矿业和民众乡采访报道。